你嗰份系黑松露薏米烧羊乳猪啊？哇！嗯，我呢个咧系秘制嘅红烧猴头菇。哦，呢个猴头菇好好食。嗯，我见啲乳猪仲好脆。你初品第一份工做练习生都系地产行业嚟嘅，系新昌集团啊。你减咗几多钱人工先至攞到呢份工啊？唔系拣，我系因为拣工争啲攞唔到份工啊。去到佢叫我填张方。其中有一栏写住 expected salary，我问过啲同事，文员1000蚊，新入去800蚊到啦，1976年，我谂住正常800蚊，我平啲啦，我600蚊啦，请啦啩，点知个职员一睇，佢话你嚟做咩？你系顶烂市咩？我哋请看更都700噶。我改返700咋。你做嗰份练习生啊、嗯、就要影下印啊。咁、嗯、有咩学呢？其实送文件都学好多嘢㗎。因为你知道公司嘅架构嘛。去影印。影印就要打开嚟冇得 confidential 㗎嘛。唔都影信封咩。佢有嘢睇喎，咁我咪睇囉。我记得嗰陣时我哋嗰层冇影印机㗎，影印机啱啱开始有。因为间公司都有几层楼㗎。要影印仲要转 lift 嘅，咁啊落去地下唔同 lift 松啊，咁兜个圈先到，咁一路行一路睇咯，啊咪知道公司嘅运作情况咯。嗯、你唔会影多份俾自己嘅唔得嘅，冇啦，试过影多份，不过最初就系睇嘅啫。咁啊秘书小姐见你喺处睇，话你识唔识啊？你识不如入埋 file 啦。又学多啲啦，学多啲嘢咯，吓咁所以喺 file 入边睇好多嘢噶，咁拉尾有一次咧就叫我影嗰份嘢系一份价钱单，咁价钱单咧我就好想知道公司点样定价钱，点解呢啲嘢贵啲，嗰啲冇咁贵，咁价钱单啲数目字你睇完都唔记得啦，所以影嗰阵时咁多嘢咯，嗰次啊真系偷偷地攞一份翻屋企啊。翻屋企，我咪去真系去地盘做，即系市场调查噶，唔系公司叫噶，自己去噶，啊，咁啊睇下公司附近啲楼盘啊，仲去睇埋二手楼啊，咁嗰次就系一次突破性嘅转变啦，竟然俾我睇到公司定错价，我觉得公司定嘅价可能系落后咗少少形势。咁啊，漏夜写咗份 proposal， 谂住交俾公司。第二朝早谂住交俾边个好呢？如果交俾个顶头，虽然我顶头好人啫，但系你都好难同佢讲。你话上次影印揿多咗张，呢啲系事小，最多话你两句。有啲嘢做唔到噶嘛，你唔通同佢讲喂，你上次交俾大老细嗰个 proposal？ 唔掂噶，我呢份仲掂啦，不如你去换过啦，唔会咁做噶嘛，系都睇完佢消化咗再攞上去嘅啫，咁我咪白做，所以我一不做二不休，交俾大老细咯。咁大老细唔见你噶嘛，唔通同佢秘书约 appointment 啊？啊，我去停车场伏佢噶，直接交俾佢噶，啊，因为停车场得一部 lift 塞经嗰度噶嘛，啊。咁唔使讲多句㗎，啊其实你个盘可以买贵啲㗎喎，咁咪去研究囉，咁拉尾我初初諗住老细睇完间召我去共商大计㗎嘛，点知等来等去都冇搵到我，拉尾系我个顶头召我去。召费啦。冇我顶头都好人嘅，净系话喂第日你有啲嘢俾老细，我帮你过个目先啊嘛，有咩嘢我帮你兜住啊嘛，我心谂好似呢次我兜住你咗，讲笑讲笑，我顶头好人嘅，而家都仲有往来嘅，即系喺咁嘅情况下咧，咁公司先至发现，咦呢、這个人都有啲眼光噶喎，就唔系净系。送文件咁咪俾佢做多啲嘢囉。咁点解离开新昌呢？嗰度有发展俾你啦，有提携你啦。呢啲係性格使然嘅。
一个呢我就属于公平感好强自主性好强嘅人。我发觉喺大机构入面呢只能够按照上司嘅指令去努力执行。咁做得好系公司决策英明。做得唔好系你执行不力㗎嘛。咁喺咁嘅情况下始终即系自主性强嘅人觉得冇瘾啦。咁另外打工嘅特色就系咩呢工资是按照人力市场的平均价去比的嘛不是按照你在公司的表现的嘛。我之前不是我做的饭我又去做市场调查又去写 proposal, 又帮公司去赚钱。初初又去当然搏命主动啦。后来发觉做完之后都是加是加得多个人啦。不过即系实际唔多嘛，即系我700蚊第一份工咁佢咪加咗400变咗1100我其实就觉得哇，我帮公司赚多钱应该加好多嘅，但系人事部话你已经加最多噶啦 ，in terms of percentage 加啦700加到1100咪加咗50几%唔多，但系实际上都系4嚿水啫嘛，咁所以咪。觉得哇枉费心机哇咁但係你打工系咁㗎啦咁我自己就即係属于觉得哇唯一可以即係有半斤八两嘅呢就係、是、你要出嚟自己创你做几多攞几多不过你做得唔好亦都要承受蚀本嘅后果蚀几多你亦都挨几多嘅。咁、啊、但你有个自主嘅空间你自己揸 fit 嘛。就係、是、咁所以建立中原啦。係呀咁要出嚟。所以其实唔係我一早有宏图伟略啊想做乜嘢係走投无路先去创业嘅啫。如果当时佢加多我两嚿我可能就。你一样嫌唔够你仲要改嘢嘛。俾你食啲甜品先啦。好好我哋呢个叫美点五重奏咁里面有好多样嘢啦。你见到有芒果布甸黑芝麻布甸奶黄兔仔糯米糍核桃酥同埋系绿茶汤圆嘅。好啊，或者兔仔红眼嘅、啊，嗯，有金箔噶、嗯。中原个名系咪你改噶？都系机缘巧合嘅啫、嗯，因为当时我有个 partner 嘅，黄文燕系啊，佢有个朋友就有一间公司，就叫 Center Line， 就做紧啲出入口嘅，系公余做嘅啫，咁佢话：诶，俾埋你哋用啦。咁先有英文名先嘅。咁啊 ，center line， 咁我哋咪倾下倾下 center， 好似有个中字，不如叫中原啦。中原即系逐鹿中原啊嘛，文鼎中原啊嘛，都几好啊吓。咁、我用中原咯。当时系1978年。1978年，78年尾我哋先成。几多钱啊？开呢间铺头？最初谂住一人出50000，实际上咧一人出咗5000之后就冇再出啦。因为我哋好悭嘅，50000、50000加埋都100000，做得几多嘢啊？所以我哋要量入为出啊嘛。咁、我哋嗰阵时喺人哋嘅办公室入边租一张台嘅，多都唔够胆。咁、但系。可能当时做地产代理嘅人其实好多都未必好专业嘅可能拆开楼又去做下经纪。咁我 partner 都叫大学生啦吼我都叫喺地产发展商嗰度做咗2年啦咁、变咗就相对对个行业认识对个市场又掌握得好啲所以第一个月就开始赚钱㗎啦。一开始赚钱咪唔使再夹钱囉。差唔多好似冇本咁样生意。咁都唔係㗎头日嘅精神时间、我 partner, 佢又开创业之后佢连大学嗰啲证书都烧晒去㗎破釜沉舟啊。点解要咁做呢我唔知我听佢讲佢就意思即係话以后唔打工啦。又唔靠嗰啲毕业证书啊大学生嘅身份啊唔系一路
发展落去咯。呢、這个啊，黄先生同你应该系好好朋友嚟嘅、哦，都 OK 嘅。但系后来系咯，后来点解到92年佢要离开要拆伙咧？系咪因财失意啊？都唔系因财失意嘅，最困难嘅时候都冇事啦、嗯啊、最主要系管理手法唔同。嗯，我咧就相对无为，佢系有为嘅。有为即系佢公司细嘅时候亲力亲为系应该嘅，吓、啊、我哋得两个，两个都无为，仲有咩啫吓？即系我做生意咧，就最初睇书又话 OPM 吓、啊，要 other people's money 啊嘛，实际上冇嘅。我睇到就系可以做咩咧，就是、OPE other people's effort 吓、啊，要用其他人嘅努力咧。第一个你要信佢。你唔信任佢咧，你下下控制住佢，吓监察住佢，佢冇得发挥嘅，吓、啊。所以我赞成俾员工有自主空间。我其实管理就系我离开打工生涯嘅时候总结出嚟啊嘛。我点解要离开打工生涯咧？一个就报酬同贡献不相称，一个咧就系冇自主空间。所以我俾翻呢两嘢。我个员工咯，即系我宁愿 overpay 都唔好 underpay。overpay 有咩好处咧？佢冇咁容易走啊嘛。另外咧就佢又觉得我小才大用嘅，对啲同事啊咁嘅人你都用佢啊？咁小才大用同都系一种用人策略嚟嘅啊。如果你下低啲员工个个都大才小用，咪个个都想。走咯吓、啊，你又 overpay， 又有得小财都有得发挥，哇，个个都喺你度，所以我啲同事唔走嘅。主要因为管治嘅理念唔同，所以啊，黄文贤就同你拆伙啦。佢而我对啲员工好得滞咯，但系基本上我冇同佢斗法嘅，啊，即系咁多年嚟公司一路发展，我开新嘅业务。全部俾翻同樣俾你佢嘅，我冇識佢，冇貪薄佢啊，剩嘅。而家仍然一樣。一樣，佢45，我45，本來50-50嘅，50-50成嘅 deadlock 啊嘛，啊，佢贊成我反對咪唔喐得，所以拉尾我建議咧就揾個同事，揾個老伙計咁啊，即係一人買5% 俾佢一。佢赞成我反对嘅，咪揾个伙计睇下企边边咯，吓咁佢而家有少少成日话我俾咗个氹佢踩咯。嗰次之后个伙计成日即系支持我投反对投佢反对票，其实我冇隔过噶，吓咁所以佢变咗可能有啲嘢佢觉得行唔到，咪离开咗想去出边试下咯。嗯，而家再见系咪都系朋友？仲有冇偈倾噶？咁我哋有时有啲活，每年都要开次股东会议噶啦。咁有啲时候系会闹得唔开心。不过最近我喺大陆有啲活动啊，公司嘅 annual dinner 咪请埋佢咯，吓、啊。经营咗中原咁多年，有冇经过啲咩特别困难嘅时刻呢？82、83年咧系我哋最困难嘅，拉尾咧就。全靠愉景湾嘅，你有冇蚀过嘅咧？其实卖楼，我个策略咧叫做牺牲价位以把握时机。你系咪试过有一排个业务开展冇几耐都做得唔错嘅时候，你又走咗去读书，将自己嘅嘢交低俾其他嘅人去处理啊？冇错，喺大概80年啦，我78年开啊，80年嘅时候，一头两年都叫做做多咗啲生意，咁有啲积累，咁有啲积累。多人唔好多嘅，唔系过到世嘅，但系起码可以有几年无忧。咁啊，当时一个同佢理念上亦都唔系，嗰阵时开始我已经觉得唔得啦，唔算好夹嘅。不过嗰阵时未即系爆到出面，咁我不如我唔做啦，吓俾佢做啊，吓咁
等佢有为啦。另一个我亦都想，既然唔使为嗰两餐咁紧张，我想去读下书。咁我氹翻啲股出嚟，我其实走嘅时系全部俾晒佢，一蚊都冇收噶。咁你读书啦，你系读书啊？不过我读书啊衰过人嘅，就系摊喺屋企张床嗰度睇书啊嘛。咁我拉尾即系喺一个社会压力下啦，原来唔去学校读书都有社会压力嘅。一个咧就喺朋友嘅怂恿下咧，都出嚟做翻嘢啦。咁我做嘢出翻嚟之前，我俾 partner 有个 choice 嘛。嗱，我打算出嚟噶啦。如果你要翻我咪翻嚟咯。你唔要，我准备同第二个合作噶啦。咁佢话：我话你出嚟做咪翻嚟咯，咪翻去咯。咁又俾翻啲股份你？唔，我要俾钱买噶。你但系你嗰次系送出嚟噶。系啊，我第一次。咁呢啲冇得要求噶。你嘅嘢你可以送俾人啫，人嘅嘢你唔可以要求人哋送俾你噶嘛。咁你唔觉得唔公道噶？冇咩唔公道。经营咗中原咁多年，有冇经过啲咩特别困难嘅时刻呢？出翻嚟之后，其实82、83年咧系我哋最困难嘅吓。嗰阵时，中英谈判胶着，戴卓尔喺北京跌一跤，啲人知道哇，中国一定要收翻香港啊！好多有钱人啦，啲世家都撤离啊嘛，个个都买楼，楼价就急跌，咁我哋啲生意都一落千丈啊！拉尾咧就全靠愉景湾嘅，因为愉景湾咧就要坐船去嘅，好多行家都唔做嘅，咁远又未必成，咁啊冇人做，咁你咪变咗相对独家咯吓，同埋将公司将所有力量集中喺愉景湾咧，你虽然小公司，但喺愉景湾你系大公司，所以我咪反而生存到落嚟。咁呢样嘢咧，亦都系俾到我哋一个做生意嘅经验，就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咁但系而家你唔单止做香港咯，你系做埋内地噶啦，应该系92年开始噶。唔系啊，系即系我 partner 离开咗之后，我就有个机会咧就去咗上海，咁跟住又去广州啊、北京啊，一路做出嚟。而家我哋喺大陆都有成27个城市，内地无为而治都得啊！好多人讲话管理内地嘅员工要另外一套噶、啊，就系、是。另外一套搞衰咗咯，我一视同仁嘅，即系我冇分香港人、内地人。无为系咩呢？其实尊重个人嘅自由意志啫嘛。咁你公司无为呢，下低嘅人呢就反而有为嘅，因为佢嘅提议啊，佢想做嘅嘢啊，有机会俾佢做，佢就落力好多嘅。咁你嘅无为而治都系咪都应用喺你感情生活嗰度？绝对唔会走去追女仔咧。我唔追嘅，因为点解咧？追咧就系有为嘅行为嚟。咁追女仔其实好简单嘅啫，策略上。咁即系如果俾我要真系要追女仔，你第一件事你又摸索下你嘅对象心目中嘅白马王子系点嘅，咁然后你去扮演嗰个角色，佢咪实中意你咯。弊在。佢唔系中意你咧，系中意你扮出嚟个形象咧，吓、咁所以长远系冇好结果嘅，吓、你唔可以成日扮嘢噶嘛，所以好多人都系结完婚之后就本性不露啦嘛，所以我通常都系一个唔主动，吓、即系尽量唔主动嘅。我结婚前乜都冇送过噶，唔送礼物。啊，唔特登去讨好嘅，啊，咁系咪你太太追求你嘅？女性唔中意人哋咁讲佢嘅，吓、唔系咁讲，但系事实上系。咁啊，咪自然发展咯。其中有个印象几深嘅，我见佢唔算好计较钱，佢教书嘅，咁佢有个朋友，中意啲陶艺嘅，搞啲陶艺工作室。咁嗰啲其实搞嗰啲嘢都好难有收入㗎，咁佢啊，我见佢将自己嘅积蓄借俾个人，有冇得还都
唔计较啦，去做嗰啲嘢啊，我呢个都唔错喎，傻傻地嘅得，因为我成日啲钱乱咁射噶嘛，即系有时会帮朋友啊，做呢样做嗰样啊，咁如果娶个对钱好紧张嘅，我做嘅嘢咪佢阿支阿助咯吓，我话诶呢个冇咁斤斤计较啲钱嘅，咁啊同我比较接近啲。喂，嗱，你投资一定买唔少楼啦，你有冇蚀过嘅咧？其实买楼，有，但基本上时机嘅问题啊嘛，你时机好就蚀唔得去边嘅。我1984年结婚，咁啊结婚前买嘅楼梗系正啦。84年啊就系楼市啱啱开始起步嘅时候啦，啊咁拉尾第二次买咧就系、是。六四就香港都楼价受影响啊嘛，咁个个都好悲观嘅时候，咁有个机会我咪又喺买一层楼咯。嗰阵时我嘅300多万买翻嚟，隔得3年啊卖出去变咗900多万，即系你永远都赚嘅啦喎，喺物业市场嗰度。唔系，唔系你见过我喺西贡嗰间屋咪蚀咯。我应该就系唔知92年到买嘅，到咗97之后，我其实唔谂住买嘅，我谂住起过佢嘅设计。我老婆见我成日喺树画图，佢话你嘥咁多时间做咩？你咁工作咁忙，仲喺树整呢样整嗰样。咪喺2000年市最低嘅时候，叫我卖鬼咗佢咯，1500万翻嚟，1200万走咯，都蚀咗唔少嘅。其实当时冇跌咁多嘅。通常我卖嘢好现实嘅，买嘢咧我就愿意俾高啲，因为我个策略咧叫做牺牲价位以把握时机，即系时机。是比价位重要的，好多人买呢成日都卖出去呢，佢就想卖贵啲，买入嚟呢佢就想买平啲，呢啲行办不切实际嘅。通常卖出去呢我一定係买平啲嘅，我会隔下啊人哋譬如呢个单位人哋买800万，我咪700-800啦，咁我先走到㗎嘛，买入嚟就比贵啲。一定买到啦，一定买到啦，咁啊把握时机咯。但因为时间唔同，我一样赚钱嘅。嗯，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咗你更多生活点滴，同埋你嗰啲吓买出买入嘅方法。咁既然你买咗咁多，都仍然整体嚟讲系赚咁多噶啦，应该都有一定嘅智慧喺背后嘅。而家又系送翻少少纪念品俾你嘅时候啦，Doris 唔该。教父，我知道你成日话自己唔顾形象啊，你系咪真系试过唔顾形象到裸泳啦？咁冇人睇到冇所谓啩吓，我试过以前自己亲自要带客睇楼噶嘛，去愉景湾，咁啊船期未到，仲有批客要等，咁啊又天热喎，又晒喎，咁啊就喺愉景湾行埋隔篱啲石边嘛。除咗条裤咪游水咯，咁但系愉景湾好多人噶，有人住噶嘛，有冇有啊？我仰泳嘅添啦，我见到有个鬼妹揸住个风帆喺我侧边经过，啱啱一兜翻转头兜去添。你唔着裤，仲要特登去仰泳添？咁你系好轻松咁啊，摊喺度休息噶嘛？你又试过爆咗胎？又咁啊！直接又去见客，又整翻条裤先。唔系啊，一个约咗时间啊，我认为爆胎同签约系冇乜关吓。咁我最初喺街行，仲搵张报纸遮住后面，后屘发觉越咁样越多人睇，咁唔好遮咯，还有着底裤噶嘛，怕咩啫？咁咪即系当做系款式嘅一种系咪？而家好多有啲衫攞结出嚟嗰啲都系咁啊，啲可能兴。好啦，嗱，我知道你中意做运动嘅，咁我今日送俾你嘅咧，包埋呢个雪柜嘅。哦，多谢多谢。同埋里边咧有好多其实系水，佢含量都好天然嘅。嗯嗯。有少少果汁味啊，唔同果汁味有6种咁多嘅。哇！咁啊，可以系补充下体力啦。维他命水啊。系啦，佢有一啲维他命 B 同埋维他命 C 系即溶，系溶咗喺里边嘅，所以唔会饮得过多噶啦，可以试啖噶。嗯。攞泳完之后饮下就会有啲精力继续做嘢。
嗯，山坑水都照饮。系喎，你好似喺屋企个鱼池嗰度都游水噶喎，系嘛？系啊，嗰啲鱼喺嗰度，喺身边周围游咯，周围游，同埋佢哋嘅粪便喺晒度，你都照游噶。咁你喺河嗰度游，海嗰度游，大啲啊嘛！你喺个你个鱼池细好多，浓度高好多噶。可能饮得地仲好过啲。咁又唔会好，多谢晒你，多谢晒你。同一份工作，唔同嘅处事态度可以有好唔同嘅效果。边个会想得到只係简单嘅一份练习生工作影印传递文件可以令到施永青学习到一间公司嘅架构工作嘅流程甚至係楼盘定价嘅规律呢？所以当我哋喺度埋怨自己嘅工作冇俾自己学习机会嘅时候可能先要问下自己究竟付出过几多努力呢？我喺度衷心祝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喺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环境当中不断学习、不断成长。